摸墙壁上的文字，注意脚下安全。请勿触摸墙壁上的文字，注意脚下安全。游客都比较想摸那个，可能有这个说法吧，摸一下可能会沾沾福气什么的。这个我们也劝导了，劝导之后他们不听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办法强制性的把那围起来，那个地方还是个通道。